现在呢，网络上有各种假消息频传哈，那有了基本的科学素养，至少对于科学类的假消息可以有一定的分辨的能力。那我们相信，把我们国研院研究的尖端科技转化为让中小学生都能有基本认识的科普活动，会对他们在提升科学素养方面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希望透过这个展览，我们作为太空中心跟学生还有一般民众之间的桥梁，将复杂的太空科学的知识传达给国人了解，启发尤其是年轻学子对太空科学的还有工程的学习的兴趣，然后透过这样的直接的接触，这个学生产生兴趣，激发他们学习的这个欲望。这个展的展出对我们整个科教馆是非常大的一个加分效果。很多学生来的时候，他可以从基础科学一直到最后的尖端科技，可以做一个相互连结。我想未来3年，我们会对这个展区的话，我们会广为宣导。同时，我们国家在这个高科技这个领域的话，做了哪些的研究，正在进行中的跟研究的成果，可以在这边展现，让学生跟社会大众对科学的兴趣更加的广泛。这是我们在达到我们在科教馆推展科普教育的一个目的了。在我们看到最右边那个地方，需要一些。